第一关，让我们看看什么叫做游戏天才，游戏天才，然后急速破关。这个游戏大家期待很久了，太简单了。Easy， 椅子嘛，吃我一龙，我得更多的连段。他就一直不看比较好。这终于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他妈也有接到啊！想怎样啊？我怕不打他了，干他妈的皮子马操！怎么样？怎么办？这边有个爱心。这边啊，爱心在这里啊，有没有？还不说我血比较少？我怎么知道？直接靠那个过去就知道了。好，当然不要吞了。你才在那边耍智障呢，要不要过来啊？你拖着，他会爆炸。你拖着萤幕，那人家怎么走啊？在这里。不可能，不要再打他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以前玩大型台就是看你们这种的，拖萤幕害队友。妈的，那个本来就应该自己跳过来。等等，飓风飞镖，充能苦木，充一下。什么叫做以真强？有充能的。充能啊？你看到？我前阵冒火，可是我把钱花完了。我有多少钱？哪里有钱？干钱是共用的。干你娘，他妈败家子哦！买看看，能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以为他买了一个人买就两个人都有啊。哦，看都很痛。什么东西？他准备小礼物给我。准备小礼物给你，爆炸！不是，你的投资被他吃掉了。有吗？有。你真是少一招。有吗？废话，他妈当然有。那这怎么玩啊？不是啊。没关系，我反正他妈我有刀就行了。好，可以买。治疗药剂，你买个治疗药剂吧。一起补的。漂亮漂亮，还不错。那现在还有多少钱？130几块。这个磨合要买看吧。买啊！笑了。看一下刀出来。哦，还不错。哎，可以那个装上去吧？要不要装啊？是不是需要装？装，哎，你用到啊，它掉在地上，用你妈！你骗我东西丢地上，看你真的有够扯的！我怎么知道？看你这个人就太唔汤了。啊，你应该敌人派来的吧？是不是啊？我他妈东西也被吃了，然后东西、哎、不是被你吃，就是被那个。感谢今天的游戏啦。下一关了。不是啊，干、哦、他都不用休息，就这样一直干。是吧？被我冻住就跑不了。妈的神经病，先吐一颗火球吧。哎，好猛、啊！我像那个了，没找到，要保护机。哇，太痛了吧，哥！这也是。
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！加油！我帮你吸引敌人炮火。哦，他快死了！加油，加油！呵呵呵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耶、yeah, ，你好棒棒，还不错。你知道如何保持冷静？我什么时候才会复活啊？我学个新招了。好哦。哦，好强。强不强我不知道啊，只是你要怎么活啊？先走啊。不需要你。我活了，活了。你知道你有多扯吗？你把那个钱都花完，东西也把我东西也骗掉在地上，后来让他再去死掉，看你他妈不是叠翻来打翻来。